当当了当，卤肉配鸡蛋呀，姐妹们！没想到吧，姐妹们，又是我呀！怎么又是我？这都几点了？七点了。嗯，吃完这个我得赶快出门去买猪头肉，今天晚上吃，要不然晚了人就卖没了。嗯，辣椒，油香油香的。我本来是准备把这块肉留到晚上直播吃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姐妹们，没忍住。嗯，大风车呀，咿呀咿呀喂。蘸点辣椒油，辣椒油是我搁超市买的，看起来红彤彤的，一点辣味都没有。拜拜。